你们都喜欢什么星座的人？因为在座各位，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是火象星座的。哎，姐姐，你是什么星座？火象星座，火象星座。哎，我还在吵哎，我也有连线，对，要搞互动，要互动起来。我是什么？风风水象啊，水象的。双鱼吗？我巨蟹。哦，很居家，听说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自己了解的不太多。生日是什么时候啊？8月24。那是狮子吧？不，你那你还是不知道吗？你看这，他是不想告诉我。没有，这个套路很深。我从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被深深的套路了。我以为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游戏，没想到要动脑，斗智斗勇。对，土象星座摩羯吗？哎呦，可以。原来还有土象星座？怎么了？看土象，快点把他的镜头全部卡掉。我只知道是。水火风土，有风向是水瓶，不应该是水。还有两个是啥？风向星座，天秤。对，你看场外回答特别好。还有一个星座，还有什么？双子座，是双子座，你乐太强了。那是什么座来着？狮子座。我也狮子座。你问了他三遍了，我真的是无语。我们来聊一下张星吧，我们来聊阿星。我们 Q 他狂吃。阿星什么星座来着？天秤座。阿星是天秤座。嗯，但是他其实也很坚持。阿星的迷妹要发言了，对，你说吧。我开始说了，就是每次看到他什么凌晨5-6点一个人举着相机出去给大家拍 vlog 的时候，我却躺在我却躺在床上睡懒觉，但是我的心里就感受到了。还没有进入梦想，那个时候才刚开始。但是我的心里就觉得努力的人已经出门了。你怎么不跟着他？对啊，我想啊，以后我可以陪你啊，对，我可以陪你啊，就是不用阿星，不用再一个人出门了，好孤独哦。还有谁啊？我又是杠精。对嘛，很坚持。对，我看他拍那些视频，因为其实我平时拍那些视频，因为剪的话需要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去弄这些东西，所以他真的还挺棒的。而且他很喜欢拍别人，就是说不光光拍自己。对，他不仅在记录自己的同时，他也会帮别人记录下别人的生活，就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就是相机嘛，相机拍照拍视频，就是你很多年之后拿来看的话，真的会很有感触。像现在我在家里面看到以前那些老照片，我就会想，哇，老照片，小时候就是老照片嘛，就是那种。您多大了？老照片。小时候那照片嘛，你就认为那么小小，哇哇小，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然后你就能看你变成这么大一个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心里很有触动？我小时候没有照片。你小时候没有照片？真的吗？你都没有洗出来那种照片？没有，都是已经用手机拍的那种。啊！真的，我小时候照片就是已经难过了。来，我们有一个杯，为我们有一个杯。会有一个相册在家里，然后摆在里面。对，一个相册，对，就是很小的时候，很流行。对，上开裆裤的时候，就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就是胶片机拍的。胶片机。胶片机是什么？就是洗出来的。好。什么？对，是吧？洗出来的，是有那种洗出来的，就是拿一个册子，然后里面都放满，就很多回忆。小时候都是。你现在那种机器那种拍的东西，其实要是万一一个不小心不见了，它就完全不见了。但是那种东西可以存很久。你可以存云盘。我不喜欢存云盘。我也不喜欢存云盘。我不喜欢存云盘。这个长又冷。我很喜欢吗？之前朋友圈成了打卡圣地。就前辈们都来给我评论，我觉得特别的骄傲。评论什么？就是来我那儿看我发言，就看我发什么朋友圈。你发什么朋友圈？没加我。好奇吧？朋友圈什么样子？没有东西刷了，全是陈哥。真的很开心，就是你明明是一件自己在分享自己
一些觉得开心的事情，就是分享自己生活。但是很多人却因为你的开心而变得开心，这种幸福的感觉就会往上咻的一下，又升了很多个层次。真的，情感专家也不是啊，就是觉得这世界需要多一点爱，是吧？是真的。而且可能我自己性格比较乐观，然后就大家不开心的话找我一般都在。那你有不开心的时候过吗？有，但很少，我自己调节比较快。你会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你今天仿佛是这什么灵魂拷问环节，内心的情感世界。我会因为什么不开心？我会因为我朋友们不开心，我不开心。是真的，真的，我喜欢不开心。我觉得很像一个动漫人物。什么动漫？说吧。就那种，而且是主角的那种，就是一般主角就像你这样。我真的很苦，我跟你说，我刚进台的时候我真的很苦，谁都不知道我是从一个边边穷，然后就实现了，但是也离不开我粉丝跟我一个那种要开始那种获奖感言了。因为真的就是现在你一旦，我拿这个好吧，先拿着吧，就是你现在你一旦就是可能时间一点点的过，你当你从这个位置再回头看你以前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会其实还蛮多感慨的。就是以前可能你讲出来不想哭的事情，你现在来看，这个还是会有点想哭，会感慨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其实经常我真的还挺感谢的，就很各方面的感谢。虽然有时候大家会吐槽，粉丝也会吐槽，成员也会吐槽，可能有时候 staff 也会吐槽说，哎呀，就是这里不好，那不好。但的确是因为有了这个地方，然后才让大家都聚集在一块，才会有这么多事情。对。其实感动很多，你不能因为一些很狗血的事情而把你很多感动给忽掉。因为你回头看，真的这一路人都是会老的，可是你一直到了，如果你再回头想一下，这段青春真的是很美好的，很神奇，对，也很神奇，真的很神奇。你们的面条可以吃吗？对，我们面条都吐了，开始吐槽了。我现在好像是有没有点辣椒？对啊，有没有辣椒？好吃吗？我爆个料，严庆今天在宿舍吃辣椒，不仅吃他来吃我的。皮肤居然还能那么好，哎呀，我那个从小学一直吃到现在20年了。你湖南人哪儿啊？湖南，哦，我是湖南衡阳。什么？你也是湖南？搞得像你是湖南的，湖南的呀？那你是湖南？不行，我认识前1、2、3、4年了、哎，我一直把你当自己人了。好吧，这个理由我接受。不管你湖南人还是广东人，你都是我的心上人。没有，我要称呼你为你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我的心上。哇哦！天哪！我俩自离开。3、2、1。妈、哎、呀！你们不能等着我先开头，我真的是我太难了。好嘞，3、2、1。我太难了。喜羊羊，懒羊羊，懒羊羊，懒羊羊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别光因为我变得更香，别光因为我变得更蓝，别因为我变得柔软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然而的聪明难以想象。干嘛呀？对，坚持不要红。天天都追赶太阳，太阳。我什么？我们干个杯吧。好吧，我知道你其实就等待这一个。颤抖的手微微放下。为我们的友情干杯！来吧，来吧。干杯！生活要有仪式感。他们都不敬你喝了。其实说真的，今天来了串来踢的，我非本人非常的开心。但真的，我觉得我讲了好多好多的话，我一直都真的是邀请你来的目的啊。对，今天还很开心啊。对，我们也很开心，今天能够跟科科一起录制这个节目，希望科科下次多来，因为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所以很开心。
然后还有这么多的美女。让大家的生活如果大家心情好，偶尔也可以去怀念一下，去想一想以前的一些美好的回忆。对。虽然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，但是呢，快乐的回忆会被我们永久保留。是永恒的。对，是永恒的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愉快，天天开心。耶、yeah.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你不要动，我来给你搞个双动。哎，有没有那个竹蜻蜓？竹蜻蜓。我们都学了这个音乐，给你换一个效果。来，来个竹蜻蜓。来，是哪？你要把我变成哆啦 A 梦吗？我让你。飞翔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很酷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给你加入？一百万。哎，孩子还傻。橡皮筋吗？没办法。我们最后的彩蛋就是把瑶瑶变得更美。